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出门了。之前说我们在外面逛了一圈，居然没有逛我们自己住的冰岛，所以今天我们决定彻底一点，环着冰岛绕一圈。虽然每次出门我们都有一个计划，我们今天要干什么，但是并没有百分百实施过。今天估计也有点难，走一步算一步吧，看到哪儿算到哪儿。我们第一站是去岛的另一边，有一个咖啡，但是它里头呢有小动物啊，还有一个人工湖啊。看照片说带孩子可以逛一逛玩一玩，先去看看吧，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。大喘气儿，他一不小心就流哈喇子了。我喜欢 panda。 panda 可不能养。我喜欢他，就算国家让你养我也养不起。这边的房子挺好的，视野应该很开阔，完全没有遮挡。水果他们遮挡。哦。前面是一个，那叫什么？水库。我看去年这个水库还举行了那个划龙舟比赛。上去应该不难，它有楼梯。哎，经过了这个蝴蝶公园，到前面这些路就是我们没有去过的，第一次去的。那边有个楼梯，这么长啊！车好像会开到水库上面。啊，是吗？就这么简简单单，我们上到了水库上面。进不去啊！我不让进去啊！哎，사람이있는데现在进去干啥呀？好吧，那我们就看看吧。对，看看今年的这个龙舟比赛会不会在这边举行？如果是还有的话，我们就过来看吧。啊哈！我们进到山里了。山里的。这里的山路十八弯，好吧，越来越往山上走了。我跟这小丫头换了一下位子，她有点晕车，让她在前面看看风景能好点。这边好多榴莲摊，我上来的时候看了好几个，满满的榴莲香，我在考虑要不要再买点回去。哇哇哇哇！你想找个洞卡到过来，都不会送你这儿，别说乱弄了。很那个寂寞吗？他可能也有他们自己的这种，跟魔杖感觉，武德。亲。我去买票啊。公鸡哟，这个是什么来着？米尔肯，这个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拉昆。哦，这是浣熊。嗯，小浣熊。你看一下，它就是站起来。它站起来是这样的吗？你看，它站起来了，但是扶着墙站起来的。它站起来是这样吗？对 对, 对，就是这样站起来的。老空在睡觉，是不是？我们看看。两只都睡觉了。小浣熊买几个？有两只吗？两个干脆面。我们小时候经常吃这个。两个干脆面。好。哦，这是那个，个雕。啊，对对对，是。是他们在那个很冷的地方生活的，然后是细细长长的。这个。哦，这边是最新科技鱼菜共生，这是菜园。进去看看吧。再看看吧，菜园。能吃。哇！什么呀？全都是鱼。哇！看见吗？是啊。是吧？
这边是菜园。我还以为你，哇，好凉快啊！哦，这应该是疫苗的吧？嗯，你看上面有一个管子，水会从上面流下来。好可爱啊！我们看看这都是什么菜，这边都写了。我不认识，不认识，都不认识。这个不认识。那你认识什么呀？哦，我知道这个是什么。什么？西红柿。哦。哎呀 ，sorry， 这是不是西红柿汁呀？你看。好像是。是吧？这个没有红的呀。哎、这还没熟呢吗？水，那面墙都是水帘。哦，啊，那个水帘是吗、啊？对，就是用纸做的板、放在那边之后呢，水会从那边流下来。对。然后另外一边有一个抽风机，它抽风的话，风就会从那边过来。爸爸真聪明啊！肯定的呀。以后你们就跟着我去火星，我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哎呀，你这个火星梦还没有完呢。他的梦想是做好我们的养老，做好我的养老，跟孩子的这个到大学的规划。然后呢，他要去火星，去了就不回来了。爸爸想要去外太空。对，以后就我的老公去火星了。妈，你走之前你得离婚了再走啊。嗯。妈。我最怕这种鸟类了。我不想进去。快点进来！爸爸抱你了。是的，爸爸抱你。抱你了的话，就算他咬也是。咬爸爸不会咬到你。对，爸爸抱你不行我就踢他啊！我把他给踢飞了。你要相信爸爸。喂，对你高高的，对。哎呀，你好幸福。这母的吗？对，这是母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公的更漂亮。对，公的要吸引异性，是不是？哎，小兔子，对，卖的。那是兔子的仓鼠吧？对呀、啊。这边是兔子，那边那个大笼子、哦。看看兔子，看见了吗？好吗？看看那个，他打仗了吗？妈妈还说那是马，没有没有，我说错了，对不起，口误。他们两个一直在打架。你打架，哎呦，哇！哪个跟哪个打？黑色跟白色吗？他们三个互相打。那个怎么逃跑呢？羊锅给你们难带啊！好臭啊！有羊膻味。进去坐吗？进呗。进吧，进你们进去坐吧。进去给爸爸吃点东西。你穿。啊耶！对 ，Thank you。这里面有可乐，什么？哦，我把这个票掉地上了。你们要吃点什么吗？我想。好的。哦，두개짜리밖에없어。这안에앉아。爸爸，你要汉堡。看有什么？喝的。喝的一杯15-16左右，还有一些吃的。这边门票是大人12，小孩8块，但会送一张5块钱的代金券。如果你点餐超过30块钱的话，就会有。那这个也等于变相的减价。我只有一张代金券，然后旁边的客人他叫我过去之后呢，还给了我一个5块钱的代金券，说他们现在用不着。所以我今天优惠了10块钱。餐全部到齐了，蘑菇鸡排、肉酱意面，这叫什么？啊，66，这叫。对呀，你要吃鸡排吗？妈妈，你帮我搅拌搅拌呗。
得干干净净的。好，谢谢。外头不要，外面那不要拿给他吃。是吧？那都是来这边拍照的，是吧？拍照打卡的。哇，好多鱼啊。你要拍照吗？进去吧，拍照吧。你进去吧，你们两个可以一起进去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你们那个要拍吗？好，那你上去等着吧。都是给那个黑的穿黑色衣服女的拍照嘛，嗯，然后拍完了之后给那个黑色女的看看，然后她觉得合格了就可以，但是到现在为止好像都没有合格，连续拍了十多个都不行，嗯，看来还不行，还得再拍一张。嗯，好了。啊，交换了，好慢啊！对呀、啊，他们拍的好慢呢、啊。换人了。稍等一下吧，好不好？人家拍照呢。这个镜子、哦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终于好。嗯。好、嗯、难。好。就能上两个人吗？자기는안찍어现在已经。就后面在等，着急了都。下去。呀，蝴蝶！你要害怕的话，让爸爸抱。干嘛去？哦。没事儿。没事儿，你走你的。你看见我了吗？爸爸，你看见我了吗？刚才，羊过来的时候我先跑了，我放着孩子不管，我先跑了。妈妈真棒，给妈妈鼓掌。拍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来这边吃了一顿饭，看了那么几只小动物。啊，这边。你怎么这样啊？猴子拉的屎。啊，这个是猴子拉的屎啊。我怎么知道？哎。如果你们正好要来这附近，可以看一看。但是如果说你要大老远开一个小时特意过来看，那我就不推荐了。我们现在要去一个这附近的超市，它看起来像是一个仓储超市，就是规模挺大的，从图片上来说，但是我没有去过，所以我不太确定，先去看看吧。正好前几天我刚买了一个冰箱，现在还是空空荡荡的，里头只有喝的可乐呀、牛奶啊、啤酒啊。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买的，买完了把新冰箱也装满。妈妈，嗯，王者荣耀启动了。没有最好喝的，只有最适合自己的。比如说妈妈就喜欢，妈妈喜欢的是那青岛白啤，你尝尝呗，回去我给你尝尝。
妈妈小时候呢，就是我们民族的特性来说，正月十五的时候要喝举办，就是这翻译过来是什么呀，亮耳朵的酒，让耳朵打开的酒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喝那个，但是那一天我们要每人喝一杯酒。小朋友，对，习俗。小朋友呢，当然是不能喝酒了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喝的葡萄酒，那时候很便宜很甜的那种葡萄酒，就给你一小小杯，或者是给那么一小杯白酒量的啤酒，就让你尝一尝，也算是喝过了，就抿一下也行，就当你喝过这个酒了，那你这一年就耳聪目明了。到了，您的目的地在左侧。力气好大呀，那个车斜的不好关门，这样一甩就关上了。哎呀，天天跟孩子拍马屁。哎呀，真棒呀！我是男汉子。哦，年货。多少钱？218。这是什么？虫草花。那你们俩的时候要怎么一块？燕窝。啊？我们春节要怎么过？春节不知道啊。哇，这个布料好舒服。爸爸，这个布料好舒服。嗯，是啊。挺好看的，我想买一个。26.88。对呀。爸爸，我好想要买这个。说实话吗？巨丑无比。这布料可舒服了。哦，好的。那个牙签放在那搞过去。走吧，我们这边所有的都不看了，都不需要。主要看吃的。对。吃货。我来这边是看蔬菜的，爸爸来这边是看肉的。啊，都是大包装的呀。两个给摆的挺好的，就挺多的量，就感觉像市场那种感觉，但是种类不是很多。嗯，这边有一个辣薯片，没吃过，这个好不好吃啊？这个，这边的辣是真辣，他说辣，我可不敢试。我以前挺能吃辣的，就是送完孩子之后，就突然间接受不了太辣的东西，倒是能吃，吃完了就心里头胃难受呗。我还买了一个荔枝罐头。荔枝罐头这边好多呀，摆了一排一排都是，我们买一个尝尝，全是糕点。是不是因为快过年了，这属于年货，所以才有这么多。这边这种饼干就是小时候的，它还有那个数字的字母的那种，小时候吃的那种，就真的是童年的味道。我们要买一个回去尝尝。没有，家里还有。这边全是大包装，这个就是街边汉堡那种。我们从超市出来了，孩子们想回家了，不想再坐车了，但是我岂能这么回去呢？所以我们下一个要去的是小云顶。小云顶是下午5点开始营业，向右转，现在还没有到5点，我们到那边了就正好赶得上营业时间了。又开始爬山了，爬呀爬，可能还有餐厅呀。有人下来怎么办？怎么回车呀？这个，这应该是单向吧？掉下去就会。简单粗暴，这就是小云顶。过来吧，旁边有一个可以上去的地方。爸爸在车里回复一下信息。哇，风景好好哦。小心相机掉下去了。好的。是吗？后面还有个木桥哦，要经过这边吃东西才有得拍照，吃东西的。哇，这好漂亮啊！你看，这找位置坐。
好好。好。啊，这好凉快啊。哦，我们坐这儿吧。潮州清蒸虾，还是清蒸鱼？清蒸呢？潮州啊。我要一个软螃蟹。好。有没有那个松胆？有松胆，有。要一个松胆，炒一个芥蓝。好。苦干呐，苦苦苦苦干。冬阴功？嗯。你要一个冬阴功啊？嗯。冬阴功可以。洛神花水，洛神花是自己种的，对小孩子很好。有冰的吗？可以，冰块有吗？有，另外放冰块。好好好，好啊。那可以起菜了哈，还是一会一会好。现在走走看看吧，那边拍照很美，小孩看好。走吧，我们上去看看。后面这条很漂亮。从这个怎么走啊？厕所后面里面。哦，厕所后面啊。好的好的。靠近啊，靠近。这不行，我。我。我有点恐高哎。这有两个，是发霉的吗？一个图片，一个科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虾子叫做虾签吧。哇，上菜速度好快。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这个叫什么？啊，雷宾娜。雷宾娜，中文。雷宾娜。是，这个是有点山楂汁跟酸梅汤混合的味道，很开胃。松蛋清蒸鱼。嗯，白色。能看着就好吃。爸爸先，你要自己来呀、啊？给爸爸。哎呦！吃大的。我说我吃。好酥脆啊！嗯，好吃。啊，这个我现在就知道了，洛神花水。今天吃的一共是251，其实我们点了挺多的，价格还适中。这边在山上，所以不会很热，有风，而且风景也很好。如果说再晚一点的话，可以看到晚霞，应该会很漂亮。但是我们吃饭最多也就一个小时嘛，吃完饭也不好一直在那儿坐着，我们就出来了。今天原来的计划是要环冰岛一周，但是只到了这个小云顶，我们就要回去了。这个晚上不好开车呀，这个路不好走，又窄又陡，这么多急转弯。如果你们晚上了，一定要小心啊！这个路直接冲下去。现在天好漂亮哦，我们是在最漂亮的时候走耶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观看，拜拜。